Hello， 我叫 Mike。 我们这次要为大家开的课程是业务开发 SOP。 在这边我会分享如何透过社群业务开发，让我的知名度与业务量在过去的两年中成长近十倍的私房秘诀哦。事实上，我做业务销售已经有20年的时间，而且都是在做陌生市场的开发，包含我在经营的 YouTube 频道，也都是在为客户的产品找到更多的潜在消费者。所以我深深的了解到业务开发非常的重要，也看到大家有很多的盲点。尽管手上有很棒的产品，但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有效率的透过社群网络来找到更多的潜在客户。就算发出大量的讯息，也通常是被冷处理，或是根本就已读不回。打陌生开发电话也常讲没两句就被挂掉了。要开发陌生客户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虽然网络是每个人都有的资源，但只有少数的业务员知道该如何利用社群网站的特性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与专业形象，进而让大量的潜在客户主动来找你，也让成交变得更简单。不过事实上，只要透过几个简单的标准步骤 SOP， 就足以让你成为一个区域里面知名度与好感度最高的业务员了。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六个有效也能立即应用的业务开发秘诀。第一个呢，是心理层面的基本原理。对成功的市场开发来说，你的想法与心态最重要，这样才能克服被拒绝的恐惧与失落感，才能避免掉入失败的完美陷阱，你也才能以强大的自胜心态来面对挑战。第二点是锁定目标客户族群，这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的时间与注意力是有限的。我会教你如何找到最适合你的族群，让他们记得你、喜欢你、信赖你，也主动跟你联系，让路过的访客都变成你的顾客。第三点是建立个人品牌，你将学会如何让自己成为顾客心中的领导品牌，包含如何选择适合你的社群平台，如何建立良好的网络形象，如何塑造强烈的个人风格，如何树立权威的专家形象，以及如何能够纪律且规律的宣传自己，让更多的潜在客户都认识你也喜欢你。第四点是名单与话术，我会教你如何建立高品质的准客户名单，然后用对方听起来舒服的说法，让他更愿意接受你跟你的产品，也更愿意介绍他的朋友给你。第五点是业务开发实战，我会跟你分享如何透过人脉加入社团，提供免费的演讲或是咨询，以及如何透过办活动来同时开发大量的潜在客户。第六点是网络社群开发，我会教大家我最常使用的几个工具，包含 YouTube 频道、Facebook 社团、部落格的文章、免费的电子书、制作免费的线上课程来开发客户，以及如何让其他的网红的粉丝变成你的新客户。那么这堂课程适合谁呢？第一个是业务新鲜人，你还在边做边学，陌生开发让你感到内心很恐惧，觉得压力很大，迟迟还不敢采取行动的人。那第二个呢，是一般的上班族，觉得工作没有挑战性，想要试试看业务工作来摆脱低薪。这样课程呢，可以帮助你销售更多的产品，为自己创造更高的收入。第三个是资深的业务老手，你已经做业务很久了，但业绩总是在中段班，你想要拓展业务的范围，开发更多的潜在客户，将成交率提高两倍甚至是三倍，销售更多类型的服务或是产品，让更多的潜在客户认识你、记住你、喜欢你、信赖你，也把更多的订单交给你的话，那这样课程就非常的适合你哦。在这个 5G 网络时代，学会经营个人品牌，也能透过社群媒体开发市场的业务员是很吃香的。相信你在上完这堂课程之后，就会知道该怎么开始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陌生业务开发变得更轻松，也让成交变得更简单，为自己创造更高的业绩。欢迎你的加入，那我们课堂上见喽。